这牌剩多少？切，五个。你是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 生辰快乐！谢谢，欢迎回来。人齐了，小秀今天的生辰一定会圆满快乐。是啊是啊，哎，时间紧迫，我特意给明姑娘做了一个小的机关，还可以传输一些小东西的。哎，来，明姑娘，喜欢吗？谢谢石方。明姑娘，我在首饰铺看到了这个。 不是你喜不喜欢？谢谢赵岩。你怎知不是韩江兄告诉他们的？虽然确实是我做的，只有师叔你才会如此多此一举，而且也不是什么重要的日子。师父觉得很重要。 明姑娘，生辰很重要，可是我都没什么没啊。来，我跟其他生辰礼物。给，谢谢。你什么时候准备的？你怎么知道我会回来？我就知道。明姑娘，我听过一个西域风俗，说寿星对着上天许愿，上天便会实现其愿望呢。真的吗？那明姑娘，你快许一个。我的愿望。 师父知道的。啊，师父老了，师父只盼着有人早些为秀儿实现愿望。有些愿望，不是谁都能实现的。小月的心愿是什么呢？我想，应该是吃不完的美食吧。
我的心愿当然是和今朝永远开开心心在一起喽。哦，原来我比吃的还重要啊。当然啊，反正和你在一起你也会给我买好吃的，这叫一箭双雕啊。谢谢你啊。今朝的心愿就不用问了。洛兄的呢？我还和以前一样，希望世人能够记得西域有个洛家，有个洛昭言。洛家主的志愿如此远大，不知贤卿有何心愿？心中无执念，何来心愿？贤卿，切莫铁齿。韩江兄，放下固执。那石方呢？啊，我的愿望是成为像我娘一样厉害的机关术士。哦，还有能像今天晚上一样，我们大家聚在一块儿，再过一次生辰。一定会的。原来还能许两个愿望，那我亏了。来，大家一起喝一个吧。来，来，明秀姐，生辰快乐！生辰快乐！谢谢，生辰快乐！金昭，你看那里有河灯哎，你陪我去吧。好。我的小河灯，你要飘到最最最远哦。亲，从今以后我们永远在一起，不要分开，好不好？那就说好了，谁耍赖谁就是小狗。在矿洞的时候我问你的问题吗？一个拥抱就足够代替我回应。亲，一个眼神对你来说彼此笃定，什么我是什么才能够形容清，为何我对你如意。你的答案是什么？反正不是哥哥，